你好，刚刚我在我的手机上看到了一个视频，然后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，我有很多很多想法，所以呢，我就想，哎，我要做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视频。这个话题就是送礼物。好，我看了一个视频，是在中国的一个 APP 上。这个 APP 叫小红书，在中国小红书很火很火，我非常喜欢。对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、好玩的东西、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也有很多比较深的东西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APP。好，那刚才我看到了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的故事是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澳大利亚的男人，他们结婚了。最近是中国的情人节，对，是七夕，中国的情人节，不是2月14，是别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中国的情人节，所以这个澳大利亚的男人想要给他的爱人准备一个惊喜。对，好，那他准备的这个惊喜呢是，气球，很多气球，然后还有花，还有照片，还有巧克力，那这一些东西花了300刀，对，然后呢，现在他们两个人不是很有钱，这个中国的男人说他每个星期的工资是500刀。所以呢，他就是没有钱，然后他很努力工作，然后他想要省钱，所以他不会去买很贵的东西，不会去吃他想吃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看到这个惊喜，当然他很开心，可是他马上想到，哦，这个要花很多钱，然后这一些东西没有用。对，所以他其实很快他觉得很不开心，因为他很心疼他的钱。他对他的爱人说了谢谢，但是他也直接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惊喜，因为他觉得他很努力想要省钱，可是现在他的爱人把钱浪费在这种他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上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以后不要给我准备惊喜。对，这个中国的男人，他很喜欢给别人礼物，他很喜欢猜别人喜欢什么，但是他自己他不喜欢。那他发了这个视频，当然有很多人说，哦，别人给你这么好的惊喜，你不喜欢，哦，你真的是一个很扫兴的人，就是别人很开心，但是你说，我不喜欢，对，这个就是很扫兴。好。可是我看了这个视频，我看了他们的故事，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理解这个中国的男人。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收礼物，特别是如果他们给我真的没有用的东西，我很害怕，因为我想，OK，这个东西我现在做什么？我放在我的家里，我带着还是我扔掉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用。我不喜欢我的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要做一个极简主义者，就是最简单的、最空的。对，但是如果我收到了礼物，我觉得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是一个礼物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没有用的东西。如果别人给我书，如果别人给我吃的东西，如果别人给我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对。但是很多很多礼物真的没有用，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不要给我礼物。我也告诉我的男朋友，不要给我礼物，因为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。如果你给我买一个东西，可能我不喜欢，然后我会很生气。那为什么我很理解这个视频里的这个男人呢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我没有很多钱，我要把我的钱花在很重要的东西上，对不对？我想我要把我的钱花在我在乎的东西上，
我不在乎气球，我不在乎花，对，可能我想去吃好吃的东西，可能我想去旅游，嗯，可能我想买一本书，对，我想把我的钱花在我真的在乎的东西上，我不喜欢没有用的东西，嗯。所以如果是我的男朋友花很多很多钱给我买了花，给我买了气球，我会非常非常不开心，对，因为我会觉得他知道我不喜欢没有用的东西，他不应该给我买这样的东西。如果他不知道 OK， 可是一般来说我觉得我的男朋友知道我不喜欢没有用的东西，我的男朋友知道我不喜欢浪费钱。所以我觉得当你给一个人礼物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想一想这个礼物他会不会喜欢。我觉得如果你送一个礼物，你不考虑收的人喜欢不喜欢，这是很奇怪的。就是在中文有一个词叫自我感动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啊、哦、这个礼物很好啊、哦、我很感动啊，对，然后呢我觉得啊这个礼物很好，所以收的人一定很开心，一定很喜欢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自我感动，就是自己觉得很好，可是你没有考虑收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送一个礼物，你不可以自我感动，觉得啊这个礼物太完美了，别人一定会很开心，收的人一定会很开心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的想法，我不喜欢礼物，我不需要礼物。如果这个礼物真的没有用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，是一个负担。对，当然我收到过非常非常好的礼物，我必须要说，嗯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知道我需要什么，然后他给我这个礼物，我会非常非常开心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知道我在学习西班牙语，所以他给我送了很多西班牙语的书啊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非常非常开心，嗯。然后我也有学生给我送了别的礼物，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礼物，所以呢，他们给我送了这个礼物。所以我收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礼物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了解我，你不要送我礼物，因为我不需要，我们聊聊天，我们去吃饭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礼物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不需要礼物的人。对，那你呢？如果你收到了一个你觉得没有用，然后很浪费钱的礼物，你会怎么告诉你的爱人呢？你会告诉他你真的不喜欢这个礼物吗？欢迎你留言说说你的看法，你的想法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，叫 www.lazychinese.com，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小故事，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。在中低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可能是我吃东西的，可能是旅游的故事，可能是成语故事，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，对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中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，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。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，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。对，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，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来做不一样的视频，嗯，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要和我上课，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 Book Lessons， 然后我有一对一，然后也有小班课，嗯，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课，欢迎你和我来上课。
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，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，对，你点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。好，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，谢谢。